清楚。好，你胆子不小啊！哼，你们到底想怎么样吧？齐俊，你放开他！小琪，小琪，打电话！他的身份死破，需要一笔很大的医药费，保证金是20万。尽快把手续办好，我们才能动手术。再迟，我们来不及了。就不管了，我在哪弄钱？医生，能不能通融一下，先动手术？这是医院的规定，我也帮不上忙，你快去想办法。我不管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再晚2秒吧。我有钱。妈的，应该钱就抓走，那抓老千啊，抓老千，抓他，抓老千。你说你耍老千？你来呀！我操！谁让他跑了？大哥，电话。喂。谁干的？在车上。干的。你给我出来！出来吧！不要抓住我！出来！出来！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放开我！啊！你给我回来！回来！啊！放开！老袋死掉了，这是哪杀的？你说什么？不管你在哪里，你都死定了！走！